上一集 B 队的三位参赛者已经出战。乐同同 Vince 分别是有20分和16分，而 Alice 的分数是暂时最低的。Alice 的分数是14分的。14分。Alice 得14分，会不会跌入败者复活区呢？到底 B 队哪一位的成员会面临跌入败者复活区的危机呢？我们看完最后一位就知道了。Ready. B 队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林晓慧 Candice， 请去到等候区准备。可能真的唱歌和跳舞，她的起步是比较迟的，她会有少少不够气的问题出现。原每人未明低，各种不懂我的惊恐反应。唔系你而家撞咗个 B team 啦，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唱嘅话。原每人未明低，各种不懂我的惊恐反应。喺有其他俾佢唱得同埋跳得嘅同队嘅组员里面，系会容易觉得逊色嘅。跳喺队里面佢唔系最跳得嗰个，但系唱同一时间佢都唔系最唱得嗰个。就佢知佢自己嘅不足喺边度，而佢知佢自己。需要做的事就是繼續努力去練習，做得不好的話再練。以 rehearsal 狀態的話，我覺得自己是應付得到的，大家有得揮。我是最後一個出戰，我前面四個的 performance 我都看了，不會說有信心贏完全部四個，但是我不會包尾的。有請 B 隊林曉慧 Candice， 她帶來的跳唱歌曲是《旋轉 with me》。由我来驾驭的，忘掉全部颜色，提示人未来的，先会爱恨永续继续刺激。不如我哋又問一下 Jason 先好冇？得得得得得，嗰個捉個 beat 都係甩咗，有陣時會浮咯。
即係今次嘅演出都係未係捉得好緊。嗯，我諗跳舞都唔係你嘅最擅長嘅。我自己都係數翻，可能都係得半年嘅時間咁樣。因為暫時嚟講望落去咧，你由頭到尾都是很 even， 所有嘢其實都是跟唱歌一樣啦，應該有大細啊，要有個立體感喺度。不過你嗰種咧油油地嘅聲咧，係幾襯呢首歌某一個態度嘅。尤其是你一開始咧，其實你屈住咗成個人咧，跟住然之後唱歌好輕鬆嘅音咧，即係我俾你嗰下係攝咗嘅。B 隊最後一位嘅成員咧都表演埋啦，佢哋究竟邊個晉級，邊個要面臨淘汰咧，就完全喺你哋手啦。而 Candice 現場樂迷的分數是林曉慧 Candice 得到的分數是9分的。提提大家，現場樂迷的分數是會佔總評分的 70%， 現在我們會加上網絡熱度分數的 30%， 總評分最高的三位分別是梁樂彤有15.38分，洪允琪有12.91分，林若翰是有12.78分。换言之，三位是成功晋级的。而家麻烦曾卓廷和林晓慧踏前一步，到底他们两个之中哪个可以成功晋级呢？我觉得自己表现未如理想，即是坦白说觉得对自己有少少失望的。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上真的是不足，我很清楚自己的 level 去到哪里，很害怕，很不安。成功晋级的是 Alice 曾卓廷，总评分是有11.6分，而 Candice 呢就有7.98分的。所以麻煩 Candice 而家可以落去敗者復活區嗰邊，我都去爭氣嘅。我覺得 rehearsal 都好過頭先，頭先我係唔知點解咁緊張，已經同自己講 keep 住笑啦，唔好再諗咁多嘢啦，你都係一次機會嘅啫嘛。但係好似我嘅身體唔聽我話咁樣，我要準備下一輪比賽。係啊，收拾好心情，準備下一輪比賽。知道。OK。暫時 B 隊的林曉慧 Candice 同埋 A 隊的陳心如胡巴都已經在敗者復活區啦，而最後一隊 C 隊第一個出場的是余卓軒 Nathaniel。哎呀，死啦！唔會死，嫁女咁。我喺第二 round， 我已經攞起咗支吉他，既然出咗我殺手鐧，我就唔想放低佢。如果我夜晚上想睡覺我聽咧 chill 嘅。但如果一個比賽喺個台上面，你想取悦上面嗰啲觀眾咧，當我知道我嘅 arrangement 太過平鋪直敍嘅時候，我就決定咗要將個拍子校翻快少少啦，同埋都加翻少少鼓啊或者其他琴聲咁樣去墊翻住個底。好大陣仗，成個屋企搬埋過嚟啊！好新鮮啊，好勁啊！Thank you.
I'll be yours and you'll be mine， 然后阳光在这灯下懒散去，是一千次一和千次夜。Thank you。唔該曬阿謙，真係多才多藝，不得了！我頭先後邊深深眼咗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亦都有請我哋嘅現場樂迷投票先。如果你哋中意阿謙嘅表演，俾佢打動到嘅話，投佢一票。我頭先喺度一路睇你嘅演出嘅時候咧，我都一路喺度諗，嗯，我會想再睇你下一次嘅 yes 表演，會帶到啲乜嘢俾觀眾，或者帶到啲咩俾我咁樣。去到最緊張嘅環節啦，到底阿謙喺今個回合可以攞到幾多分呢？30。蔡謙是有21分的，非常高的分數啊！咁低分嘅，點解？C 隊第二位出場的是请 Alice， 请去到等候区准备。Alice，Alice，Alice，Alice。跳舞对我嚟讲都真系几难，但我又会觉得佢好有趣咯，所以我都会想试咯。我哋第一次跳舞嘅小测验啦，当时我睇完之后咧，我都唔知道自己睇咗啲咩，睇到呆咗嘅。咁你都要去怀疑一下你自己去学呢样嘢嘅时候，你系咪真系想做呢件事，或者真系想去学呢样嘢啊？系嗰阵时有少少觉得我唔想玩啦。我不想跳了以後都。如果沒有小三老師這樣說的話，其實 Alice 應該不會下那麼多苦功。我很喜歡《給愛麗絲》這首歌，這首歌都是一些比較輕快的歌，調節了自己心態之後，我又覺得我都是想試一下唱跳。本身唱就沒有東西，現在加上跳有少少不太高興。真的很害怕，我現在在練習進步神速，我覺得叻女。因為 Alice我未睇過佢跳舞啦，都同佢講話，喂，你真係可以試下依個路向，可以玩多啲喎。佢係 charm 啲嘅，我中意呢首歌，所以我想表現得好啲咁樣去做，就冇咁大壓力咯，係咁練咯，即係練到熟為止咁樣就 OK。我嘅目標就係唔俾人 fail 啫，即係我唔想去到好高分嘅。我覺得因為只要一路我可以行得遠，我就可以再試啲唔同嘅嘢咯。有請 C 隊温曉晴 Alice， 佢帶嚟嘅跳唱歌曲係《給愛麗絲》。死啦！你可能拉尾嘅就係，我已經唔知道第一次啦。
第一次跳舞噶，多謝支持。好啦，唔該曬 Alice。今次咧個曲風咧，從之前係完全唔同，今日係好可愛嘅 Alice 啊！唔知道現場樂迷又中唔中意你今日呢一個轉變呢？如果中意 Alice 今日嘅表演嘅話，就投佢一票啦。我覺得好好喎，其實我睇得好開心，因為好自然啦，真係消化咗個動作，變成咗一個身體嘅 movement。instead of 一個 step 係好 perfect 咁樣，呢個始終都係一個比賽啦，咁真係要有比較噶嘛。佢哋跳唱嘅朋友咧緊張好緊，你係鬆容，但係如果要進步嘅話咧，即係可以信心啲，眼神可以凌厲翻啲。好勁喎，嗰對眼神。你眼神好大啊！你可唔可以分四份一隻眼俾我啊？加油！好，結果已經有啦。頭先余卓謙的分數咧係21分嘅，究竟温曉晴會唔會可以超過佢呢？温曉晴 Alice 係有16分嘅，不過咧你究竟危險定安全都要睇埋其他嘅隊員先嘅。好睇啊！Alice， 好睇啊！我哋讚到你咧。你可以轉得好，我哋覺得你以後可以跳唱。好啊，其實我都驚嘅，因為隔離 A 組17分，但係佢哋都已經係要入淘汰區啦，咁所以我16分我就真係覺得，唉，好驚啦。C 隊第三位出戰嘅係阮偉倫 Chris， 佢唱嘅係《窮小子》。窮窮窮窮窮小子。B 組開始咁多人。都是低分的時候，很緊張，因為我怕表現得不好，很怕會被淘汰。好，現在4、3、2、1。哎呀，我都緊張他了，現在阵冲锋，气力无穷。夜里意志一松，发恶梦。唯穷得很，被人操控，被鞭打都不敢发疯。我想拨佢条头发。剪咗。从20000年区灰，这样平庸。说我始终能出众，你亲下来或者止痛，但心中郁结无人懂，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，漆黑里看似部神器。糟蹋蜜月期，很痛恨自己，得爱情去养活你，不舍不弃。佢呢个似整嗰个嘅嗰个选择。你好咗好多，好咗好多。Thank you， 唔该晒阿伦。其實阿倫，你內心係有你想講嘅嘢，而亦都有個對象啦。不過頭先你不斷向外去揾呢樣嘢咯，太向外啦，反而你 distract 咗你自己啊。其實點樣可以將你裡面嗰樣嘢 project 出去呢？就係不斷放大你裡面嗰樣嘢。所以首先你要 focus 嘅係你想講乜嘢。因為上一次佢好跌入自己嘅窿窿啊。
佢跌咗入自己個窿窿，所以今次佢想放翻出嚟嘅時候，就好似放多咗咁樣。咁所以你揾翻呢個 focus 點，我覺得對於表達一樣嘢喺你嘅歌聲裡面係好緊要。佢裏邊有好多嘢㗎，其實你又知嘅。我打開嚟睇。暫時 C 隊最低分嘅成員係 Alice 温曉晴，係有16分嘅。究竟阿倫係會高分過佢定係低分過佢呢？阮慧倫 Chris 嘅分數係10分嘅，但係咧唔使太灰心，因為我哋仲有網絡熱度分數嘅。OK。所以我哋落台休息一下先。佢唱得最好嘅一次嚟嘅喎。我係聽過你係最穩陣嘅一次喎。知道我自己攞十分之後，我都已經打定輸數，係要去敗者復活區做好心理準備，去記翻瓊樂係點樣唱啦。都唔使睇嚟緊嗰兩位參賽者，因為我睇咗多拉嘅彩排，佢真係進步咗好多。跟住睇埋康師傅就更加唔使睇啦。康師傅就一路都係好穩定嘅一個人。到底最後敗者復活區邊一位參賽者可以順利晉級呢？唔得啊！記得留意聽日嘅《就是青春》。